关哈，是一个升降的大本营。哦，咱知影，如果北台湾来讲的话，新北市的罗州、桃园关的大客店，哦，啊加宜兰，但是宜兰的是规个关拢有升降，不是干那一个乡镇有升降尔。哦，所以因家的新疆算是普及化的对吧？对，是以南洋在地的文化。哦，啊，伊这间钟馗王爷庙吼，是这规个宜兰县内底吼，单一团体上最新疆的，是一间一个团体有四十几尊新疆。一般新疆会新疆的数量吼，对一两尊到十几尊拢有可能啦。就算讲宫庙的本身规模较大的新疆会啊，有二十几尊新疆就已经足惊人的咯。想袂到吼，这间大隐钟馗王爷庙啊，竟然啊有四十几尊神像呢，甚至讲啊，佫成立一个神将传统艺文协会。那呢吼，既然来到这，当然都要了解佫较侪关于神像的代志咯。老师，我甲阿晴啊，想要了解讲神像的由来是甚物啊？哦，台湾的哦是移民信仰。哦，咱拢知影，咱祖先拢是对大陆遐移民过来，所以咧，咱的寺庙文化，吼，甲这个新疆文化，拢共款是对咱先民的故乡遐移植过来的。哦，那新疆这个物件咧，吼，这个祭祀的神物咧，是对大陆福州，哦，传过来。那么所以应该这个四位神将来对这个。新疆吼，即种大仙的即种的吼，也嘛甲传来台湾。由来是了解啊，啊，真迄新疆是有啥物意义啊？哦，新疆的吼，伊是即个所谓的四位神奇信仰来对即种微动的有形物体。哦，那四位神奇信仰咧，就是讲化随着诸神，哦，爱边啊两边，哦，来护卫的神像。原则上咧，有动态跟静态两种的不同的形体。静态呢？可能就是围在这个门大门顶头做门神的，那嘛有可能的是刻做一个神尊吼，茶刻的神尊。那么普通时咧，这个四位神，譬如讲九一下将军，吼，伊的神灵咧，吼，他的神灵都住伫咧门神，还是住伫咧这个茶刻的这个神像内底，吼。但是如果主神若要出巡咧，他就要变成会动的，吼，啊，会动的怎么办呢？伊就是会装作是。即、这个北家将吼，还是装作即个新将吼，那可以会当出外，用动态的方式吼来执行他的任务。好，我大概应该是了解说，因为你安尼不只是可以就是防御无形的，连有形的也可以防护。因为咱定定去出去看庙会时嘛，就只人去围观，加迄上吊迄神像，还是讲迄顶头安尼对吧？所以四位神将呢有开路的这个功能，有开路的功能，那也可以保护的后面的这个神像主神。所以伫咧福州啊，因早期诶文献内底就写着讲，神道越大，奇象越小，就是讲你诶神明诶神格愈大，你诶这个神像会越小。啊，咱即摆咧看就知影，咱诶主神坐咧桥内底，只细尊，但是新疆伊诶四位神咧，神格较低，四位神都做大尊咧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伊爱保护他嘛。哇，老师，今天咧，今毛迄主神迄关圣帝君咧，对不？哇，这特别咧，主神嘛是新疆。这嘛是宜兰新疆的另外一个特色，吼，那因那个主神嘞，吼，整座新疆，啊，主神新疆头前，再个有一个护卫神将，是关平太子周仓将军，对，你来行的，对，这两尊是家境的护卫，啊，伫咧因宜兰家嘞，吼，不但有关圣帝君的神像，更加难得的是，伫咧咱钟馗王爷庙嘞，咪使看到天上圣庙妈祖的神像，哦，妈祖的神像，哇，够妈祖的神像哦，哎，那真罕嘞。看到迄女性神将呢？对哦，那女性神将伫咧宜兰嘛是一大特色。而且因女神的神将呢，按照惯例来讲，拢爱好即个女生来行，袂使查甫入去行。以我连本身的了解，一般神将的角色啊，拢是主神身躯边的保障或者是护卫啦，而且啊，拢是男性的神明为主。
所以讲啊，有女神甲主神的神像，是宜兰一个真有特色的神像文化。这真的足特别，因为咱平常时看到迄出殿的时候，庙会时阵，拢是迄妈祖顶多是神尊而已。对啊，无看到迄妈祖神像，啊，阁是女生来去供的啊呢。哇，你供这个去跳没无？不会，没有。哎，而且我们妈祖一律都是由我们圣母会的会员大家去跟的。哦，所以大家拢会晓跟哦。哎，大家拢会晓，而且都是女生。卡波敢会拍脸哈？因为我看查甫的卡波拢会。都很威武啊呢，啊妈祖婆也差不多。妈祖是她庄严，嗯，那妈祖来讲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因为她没有嫁嘛，嗯，那走路的步伐就是比较稳，嗯，因为伊唔是木脚，伊是稳的，妈祖伊是稳的，啊，所以走路的话就是稳。哦，阿弟呀，阿弟呀，讲到呢，对吧？我们已经很蠢蠢欲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之前啊，我跟阿晴啊，我去新竹那边，我们有请过大爷跟二爷，啊，今嘛刚好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。欢迎啦！如果你有这个机会来给我们的神明服务，当然是很欢迎。阿弥陀佛，叫两个老师哦，就来给你教。嗯，哦，明仔载哦，我这有一个二十周年庆典，嗯，啊，神庙会来拜庙，咱宜兰的风俗一般，老奶奶给咱参拜，咱主神的步骤，一定要两尊出来讲降价。哦，降价仪式，对，有一个降价的仪式，哈。啊！你两尊就出来讲接你的时候，咱也会使啊，这个任务来交予你。前提是当然表现好。咱讲正经的吼，你即摆开始初来练习啊。嗯。我是感觉一日吼，咱若有啥个成就，你视线会较慢。哦，是。啊！即摆咱这两尊吼，甘流。哦，看迄面谱。啊，系啊。迄面谱，这两尊就是咱八家将吼，内底。前四班都当地做啥？新衫也会教的。哦，都整起来了，这头盔嘛拢头盔啦，加迄个拢换新的，一件嘛拢换新的。都新的，还是衫袂穿俩，这样子视野会比较好。神仙大德啊，大隐钟馗王爷庙的神像啊，拢是有经过开工的，有咧防晒的。敢若讲要甲请出来啊，都必须要跋杯请示才会用的。阿成爱甲金州要跟甘柳将军来联系吼，这是不应该开玩笑的呢。所以当然嘛有经过庙方的请示啦，嘛因为安尼吼，咱才有机会详细看到神像的内部构造。阿成爱甲金州的新明甲阿丁兄这尔啊看中恁吼，恁两个都要好好啊表现呢。慢，来，再来，慢慢推，慢，好，这边就可以了。哇，哇老师啊，一就一点卡掉，是什么原因？哦，可能是因为他的腰没有转过去。他如果腰转过去的话，手就会跟着往下摆，就不会打到了。所以讲，伊就行时呢，腰就袂记伸啊。对，他可能只注重在手的方面，他忘记腰要旋转。蹲在地上。然后大步一点没关系，脚要出力，脚出力，拉出来，脚出力，慢对，你今嘛阿成的状况是唔差好？哦，伊差不多哦，这边危险啊，哦，系啊，阿明仔载应该是上场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啊。啊，你紧张嘞？哦，紧张哦，可能我都加强练习哦，即马可能五成还公平了哦。明仔载呀，都安尼话，可能无到上场哦，伊还都加油哦。算讲你不看好香蕉啊啦。啊嗨，算伊还都加油啦。哦，系啊。袂吧，紧张的又搁宣传告知啊哦，用个替张奎王爷担任接驾的任务，真好的机会，敢讲搁要给阿成啊推起啊是？看伊两个吼。伫寒天安尼练甲大粒汗、细粒汗，都看会出来讲，因真正有认真在争取这个机会啦。即卖时间嘛无早，阿成甲金州的爱面对现实的时间到咯。等下接驾的时阵啊，阮拜庙动作了，阿问大家讲，安尼敢有通过？嗯，那是有的话，大家就拍破啊；无的话就无声。好啊，安尼现场大家会使无？大家拢同样，你就无问题。阿你医生啊，我先好啊。好，加油，气势拿出来。好，加油，来。
这关卡过无唔对吼。嘿，我拄好看过，还佫甲咱招下讲，清洗是划分为准。啊，咱即摆头一个清划就是讲，若今朝若好，请交归王爷哩，龙头圣杯圣杯拜拜，好。想飞，想飞，哇！谢谢张飞，你这张飞也对你真好哦、喔。哇！一个都有飞啊！哎，那是哦，阿翔，好，那会使，嘛是请张飞王爷你龙头圣杯，速成圣杯。太笑，阿恁就是今朝你张飞王爷较好爱你哦、喔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老师，啊，今晚有会被开戏啊吗？哎，对，今晚是庙会的前奏曲，就是讲，因较等下要去迎接游宫的团来，给祝贺的时阵，也拢是要请出去的迎接的新将，哦。那么现在就是要出去进行的，吼，先给请出来，吼，啊，先有扣分的活动，哦，啊，因较等吃饱饱再活动，啊，啊，伊个金将，这一尊大圣爷。就是你较等要服务的形象啊，是吗？有这个荣幸，我今晚嘛有金蕉，啊，来这嘛是金蕉的服务，对，符合你的特性。到自己的手有没有撞到，有没有表现好？啊，度假完全就是体力啊，还有一些动作啊、卡波啊，都是靠意志力还有感觉来做的。其实大哥在教我的时候，我看他哇，手都晃到最极致哦，然后都做得很漂亮，连舞会大哥啊，他们也都是用体力在盯。我觉得体力已经不是一件无法超越的事情了。我觉得他们的意志力，然后还有那个精神，为了神明的付出，他们是真的是用精神下去拼的。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为神明付出的力量。今朝昨的练习，和管委会啊，搁小可爱欢乐嘞。想袂到今仔日正式下场啊，表现了搁袂歹嘛。虽然讲动作还搁无够有气势啦，也不过啊，也是真值得大家给伊破声鼓励啦。哎呦！我本身咧敢有看唔到哈，头前这两尊不是七爷八爷吗？啊，不过吼，因身上绣的名，那会怪怪的。不要，我看你还七爷八爷的名，那会较无同款啊。即摆头前这个哦，这就是咱这个名樊中坤、樊秀刚、樊秀刚就是樊中坤的囝。七爷八爷冇囝。哇！所以这是因的后生。哎，头边掉边。我不怪我看迄迄边。是跟他肖像，但是够有淡薄仔较瘦哦，对不？较细尊，较细尊啦吼，较无同款。哦，伊个鱼来算到一个，搁较特殊的文化。伊不是新民的眷属，伊是新疆古道边的眷属，搁较无同款。出来的时候，我听他们这里很多乡民说，其实一辈子还没有看到钟馗王爷出来，很多阿公阿嬷趁这个时候，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。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来宜兰第一次参加就遇到，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然后还看到他们每个信徒都在里面用跪着的，然后这样子恭请钟馗王爷出来，哇，那个画面真的是很感人。以前那跨掉我就是除了看到了信仰的力量，我跟我跨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艺术的力量。因为不只是头冠啊，神将的神那种帽子啊，还有那个我们神将的头雕刻，还有神将的衣服，这些的一些手工艺都是台湾独有跟特有的一个艺术啊。所以那是
就是撇开了信仰的这个角度来看，我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迷人。所以我觉得既然有很多那种名画啊或者是古董啊都可以收藏，然后来去做一个博物馆来去展览，那我觉得咱台湾的这新疆文化嘛是应该会使做到这个水准。